Hello， 观众大家好，是潘雪。白龙雪今天养鱼飞边去开始，搁要来讲一寡什么干的，了不？我今天突然间发现养鱼的一个重点。都跟咱讲啦，为什么我们要养鱼？你知道？我今天已经深深体验到了。你先看哦，我这么就是，逐天养鱼的废片拢要结合一寡干股，你知道？你仔细看。你仔细看，你两知影最近白龙雪大概咧舞什么物件，对不对？仔细看，啊，仔细看，仔细看，六块啊！你看到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你也跟他做疗愈，你也有一种好像照顾人家的感觉。啊，因为我最近哦，闻到的播出店非常的累，现在啊，你就听我不来，突然间我分享我的第一视角，敢不敢？哦，敢听要咬啦！嘛，你看安尼，啊，这鱼鱼啊，逐工安尼，伊遐鱼啊，拢伫遐看你，哦，他在那边一直看你那种感觉，啊，你就是去慢慢把它。喂东西哦，你也感觉心内有一种做莫大的一种成就感，所以我就感觉我第一想奇怪，为什么要饲鱼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发现到一件代志。